来自纽西兰罗托鲁瓦市毛利文化艺术表演团，甲当地的高中篮球队来到台湾进行文化和体育交流，用篮球交流赛来开启序幕，并由新北市温泉观光协会带领来自纽西兰参访团，前途如油金山，太阳上瓦更在地的人文风情。来自纽西兰罗托鲁瓦市的毛利文化表演团，甲当地高中篮球队热情来到台湾，要伫台湾进行文化和体育交流。拥有美丽海岸和温泉观光资源的北海岸金山区，也是参访交流城市之一，由篮球比赛来开启序幕。欢迎我们这个纽西兰罗托鲁瓦市副市长，那带领这些年轻朋友来金山区做一个交流。那去年这个副市长就曾经来到访，那我们也敲定了今天的这个行程。所以今天中午上午我们先在这个金山区的运修广场举办一场这个篮球的交易赛，跟我们的这个北海岸篮球协会来进行一场大概20分钟的一个篮球比赛。那傍晚的时候我们在中山的温泉公园也会表演一个纽西兰的战舞表演，那也希望我们的所有市民朋友能够到现场来莅临观赏。来自纽西兰罗托鲁瓦市的高中篮球队甲北海岸的篮球观光协会进行一场交流的篮球赛。比赛了后，由新北市温泉观光协会安排一系列观光行程，传达着来自纽西兰的贵宾体验上瓦更精彩人文风景。做这个交流呢，是为了说他们把我们金山的美、把我们金山的好，还有把我们金山的这个农民啊，所有的建设都带回去他们那边，然后帮我们介绍，推给他们那边的游客，来到我们台湾来旅游的时候，可以多留几天到我们北海岸来游玩哈。除了弯弯地瓜园呢，我们也会安排他们到这个朱明美术馆去欣赏我们朱明大师的作品。下午呢，他们就会在我们的中山温泉公园来做一个毛利战舞的这个跟我们金山高中的原住民舞社来做一个交流，打给所有的民众来观赏。新北市温泉观光协会嘛讲到，罗托鲁瓦市甲金山是真相共，有特别农产业和温泉地的观光，而且因即届嘛将毛利文化艺术表演带来金山，会伫暗时伫金山来演出。金山高中的原住民家庭班嘛带来表演，甲因交流，期待这场活动会当为双方留下难忘的回忆。记者廖品涵，金山报道。